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朋友田径，我是你的教练方凯俊。今天我们将做一个十分钟高龄者运动系列，好让您可以在家里活动活动你的肌肉。好了，我们事不宜迟，那我们将开始第一个动作，超步，超步30秒，然后30秒休息。第一个动作，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你的超步的节奏。30秒，还有10秒。OK， 停。第二个，打拳，你的下半部，你的下半身可以80度，如果你觉得不可以80度的话，就直。然后打拳 ，OK， 准备5秒，我们将会做5个动作，2组，来。保持你的速度，还有10秒。2秒，停。OK， 下一个，刚才你已经做了原地踏步，所以这次我们原地踏步的同时，慢慢往前移动。来，明白？还是一样，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你的节奏。5秒，准备，开始。跑步。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提高你的速度，那你就可以提快一点点。10秒，3秒 ，OK， OK。那接下来上半部，你的上半身抬高，放下，抬高，放下。提高速度一点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，那就抬到这里就好了，放下，抬到这里，放下，来训练你的二头肌。5秒，准备，开始。保持。好，10秒，2秒，停。好了，那刚刚我们已经学了原地超步，然后原地踏步前进，那这次原地跑步 ，OK， 那个是踏步、超步，这次跑步，原地跑步呀，准备，3秒，开始，还是一样啊，保持你的速度，不快不慢，刚刚好。5秒，停。那我接下来变为一个原地踏步，OK， 觉得
着我们进行第二组啊。15秒，10秒，准备，开始，原地踏步。今天将教大家比较简易版的运动系列，下一集将会有一个普通版的，然后慢慢慢慢，让你觉得肌肉开始 OK 了，那我们就会去进阶版了。10秒，5秒，停，打拳，想一想，你要打那个坏人的脸，是要快还是有力，取决于你的打拳的速度。15秒，准备，开始哦，5秒，3、2、1，开始，保持。如果你觉得刚刚的速度有点慢，那你可以加快。活动活动你的上半身的二头肌，继续，5秒，停，好了，下一个，原地超步，去前面，行。准备15秒，几分？10秒，5秒，准备，开始。当你做操步的时候，给点力，给点力度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对你的膝盖有点疼痛，那你就。轻一点，踏地的时候轻一点，5秒，停 ，OK， 刚刚你学了3个，那接下来抬起你的手 ，OK， 上下上下。一样，今天还是一样，做你的二头肌，训练你的二头肌，10分钟，哎，10秒，我都懵了，准备，开始，是第4个了。下一集，下个礼拜，普通版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准备准备。10秒，5秒，开始，最后一个3、4秒，保持。3、2、1，停，好了，今天就是第一集的简易版高龄者运动系列，我将会在每周三
六点弹完，准时上片，所以请留意我的频道，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